堆。竖画在横画中间偏右。题由重到轻，竖画用垂漏手，不要歪斜。 题按向左下方斜行笔，行者提按，这个行拖住这个竖的笔画，间距基本相等，竖要垂直。铲，先写点，行撇分成行和撇。 行左低右高，撇在点的正下方。起笔竖画要用垂漏手，点往上面靠。撇折不要写太大，要写的短小。竖向 右下方斜行笔，横折的横画，横要细，竖要粗。下面这个横略微长一点。竖画在中间用悬针竖垂直向下，慢慢变尖。 高低跟左边的竖要错位，一个垂漏竖，一个悬针竖，把下面空间留大一点，上面间距小。先写竖画，再写行者，行者不要写太宽。 注意这个行笔间距基本相等，这个宽度，行要略微长点，不能高于左部这个，竖要短一点，行折钩，提按向下。 勾上去，竖画在中间，用悬针竖，把笔慢慢提起来变尖。注意左部往上面靠，这边往下面去写的长一点。这三个竖的间距基本相等，手点居中，体由重到轻。 撇由粗到细，注意这两个离得近一点，捺笔啊向右下方边行边按，再边行边提，捺笔与这个提的笔画要离得紧一点，右边这部分要间距要大一点，前面小后面大。 由粗到细。